我请问你画的是漫画吗？我不会画画。我漫画就是漫画。你不要看我画，我就。你上去画一球干嘛呀、啊？那不是球。人脑袋、啊。不想跟你说话。好了，我画完了。我画了一个 H， 你画的是只鸡，四头鸡，这是 H 好吗？你这画的是两只鸡，有只鸡在这后没看见，只看它的腿。但是我只能画成这样了，我没有学过，不会透视。你这不是透视的问题，你主要画的不像。何老师特别帅，哎，何老师还这么画，你看我跟你学的，他这样。就他抬头的同时，你要这样，何老师，你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，你画的时候你还得这样，我学会了，我学会了，你还得比一下。你快画完了吧？画完了。你交给我。给你，你来吧。H 太可爱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那个，你看一下那小猪短猪，咱上次把那房子挂在上面啊，真的吗？是不是挂在上面？你查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我的小猪短猪，是不是应该挂上去了？你看它这里就有很多，你看我们这多漂亮。嗯，哇塞，潘老师画太好了，没有这个就上色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好好看啊，这个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往回走。好。回去喽。